雪莲果呀，要吃这种，果肉是金黄色的，看，满满的糖心，嗯，脆脆甜甜的，汁水特别多。哥哥，你别划走，看，我们家的菠萝成熟了，今年啊种了10000多亩，到现在啊，你看都已经这么多房了，在树上都没有人来收。如果你们喜欢吃这样的菠萝的话。 给我点个小红心，来我直播间，我便宜卖给你们，保证一分钱也不挣你们的。快手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款苹果是青森水蜜桃苹果，由日本青森县引进的一款品种，脆甜可口，一股浓浓的清香味，抗寒能力也特别的强。世上的水果啊，千千万，这种水果啊，你可能没见过，黑不溜秋的外表，其实很丑，但是。 来，我给你们看，揭开看一下里面的果肉，看到吗？皮薄，多吃。这个啊，就是我们种在高山上面的非洲乌柑，非常的甜哦。如果你也喜欢吃这样的乌柑，妈的，快点，快点，我都跪到这里冻死了，我都不敢动。 老板，来1块钱芒果，1块钱啊！1块钱就这么点芒果，你也太抠了吧！我还是你的粉丝啊！是我的粉丝，给你放500，就500。朋友们，来看看，这个呀是我们家的贵妃牛奶大枣，个头呀特别大，又脆又甜，像这样的枣啊。 我一天最多可以吃500多个，如果你们也喜欢吃的话，你送我个小爱心，你来我的直播间看看我是怎么卖给你的。朋友们啊，今年啊生活真的很苦，像这么好的芒果啊，往年啊要卖8-9块钱一斤，今年啊情况特殊，如果说你们也爱吃芒果啊，帮忙点颗小爱心，像这么好的芒果啊，皮皮这么薄，肉啊这么多，下班购车只要10到20块钱，给你发满满的一大箱。家人们。 其实啊，榴莲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贵，就是被某些坏人收到你们那边要卖几十块钱一斤。来看看，咱家结的满树都是。如果说你们也爱吃，咱啊就交一个朋友，几十块钱。哎呀，嗯，好吃。 你来看我直播吧，或者我给你挂小黄车，特别甜。哎，小时候啊，我以为我们种的水莲果呀，只能喂猪，长大以后才知道，原来城里人啊都喜欢吃我们这种水莲果，脆脆甜甜的。 如果你们喜欢吃，来我直播间。啊，朋友们，今天我给你们摆一款你们没有吃过的水果，这个是我们仁南的天山水莲果，它这种水莲果呀，在我们产地特别便宜，也就几毛。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水莲果种子。我从小到大一滴水都没有喝过，因为呀，我就是吃着我家涂着防晒霜的爆谷柑长大的。它不光皮薄水分足啊，又脆又甜。 果肉啊，晶莹剔透的，看，如果你们喜欢，带走一份尝尝吧。朋友们，来看看，这个呀，就是几块钱一箱的西红柿，我打开你们看一下，特别的沙，酸酸甜甜的呀，真的很好吃，你们一定要来。